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收看《王牌大明星》。大家好，我是吴宗宪，我是侯佩岑，厉害了！感谢观众朋友晚间的时刻锁定37台东风电视台。是的。过得真快，我们这个节目一做多久了？一年多了，一年多啊，才一年多啊，对啊，啊，一年多了，这有台的我擦都擦14年了，我擦，哎呦，好可怕！我突然间想到，就是说会做一个节目做很久，转过来会吓一跳。哎，怎么说呢？就跟我以前看阿雅，对，还是个小女孩，对啊，然后呢，现在转过来，哎呦，已经是个熟女了。真的是14年，唯一没有改变的地方，是什么？唯一没有改变，就是他的胸部。他是完全是，人家是童颜巨乳嘛，哎，他是巨颜童乳，哎，然后转过来，那你不会吗？哎，我不会吗？哎，看一年，感觉反正有一点更年轻的感受。真的吗？真的吗？对的，礼貌上我要这么说。好险，观众朋友太喜欢你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啊，东南亚啦，内地啦，北美卫视到处都看得到，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会继续努力。香港现在最红的也是我们的节目。真的吗？香港的朋友，你大家好，多谢海上尖沙咀的小心操嘛，多谢铜锣湾，厉害。啊，今天来的这两位好朋友，一位是从内地来的，是的，一位是咱们本地的，但他们两位啊竟然是师兄妹的关系，而且他们都非常会唱歌，两个都很会唱，对，单单对戏对了2个多钟头，我醒过来，因为他们太要求完美了。你醒过来，你刚睡了一觉。我睡了一觉，后来他们这个非常认真，要求完美，所以连歌还选了一些平常你听不到的。是，一起来欢迎他们，两位都来了，欢迎我们的张芸京、胡彦斌耶！ Yeah! 男人 KTV 加上黑裙子。KTV 唱着青春随风远去的回忆，说着念头，还有什么让我们动静？男人歌唱给谁来听？下一首有没有你心情？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张学友唱出我的情节。男人歌唱给谁来听？下一首有没有你心情？男人歌，原来唱的都是不敢说的心情。哎呦，好好听哦！真的，胡彦斌太棒了，接着下来张芸京，黑鞋子哦，黑裙子啊。去哪里流浪？如果有答案，要记得跟我讲。心里的爱放在假日的市场，
讨价还价拍卖着他的重量，穿着白色西装的子无涯站在那里不停地鼓掌，就要下雨滴的自尊要套上荷花，是男是女随便你要怎么想，只为他穿过一次的黑裙子，深深锁在记忆的墙，邂逅的一眼也要用力抢，期盼Ladies and gentlemen, put your hand together. 来来来来来，天哪，这两个今天真的就是唱将来的。对，而且《黑裙子》这首歌今天唱更有意思，是胡彦斌帮张芸京写的歌。我吓一跳，你讲话呼吸快一点。怎么了？《黑裙子》是他今天本来有穿过。先跟这个观众朋友大家问候一下。大家好，我是胡彦斌，先跟好，非常好。是相当不错，那算是啊，平常讲内地第一才子，就是他。有一次在颁奖典礼，我颁完了，刚好本来要走，后来就是你来了，现场弹唱，哎呀，惊为天人，立刻被他吸引，你比周杰伦强太多了。胡彦斌对琳达大方示爱，琳达了琳达。两个是师兄妹哦，我有来宣布喜讯的。对啊对啊对啊，我们兄弟之情啊。是是是，所以他还帮你写歌。对对对对。事实上，写《黑裙子》的时候，你认识了张芸京吗？认识，已经认识了。对，我去看他那个《超级偶像》。然后听他唱歌才写的。哦，你会看到真的是很能唱，有没有？对、啊，我觉得他根本是在整理嘛，一首歌。其实我一开始有19度，我们在这个 KTV 里面呢、啊，总是听到这个歌，很难唱。然后最走红的是，当然是男人 KTV。啊，对，写的真好，这歌词也是自己写的。不是不是，哇、哦，好好听啊！啊，对不起。Melody 是你写的 Melody 连续，我告诉你差不多快100周啊，100周等于将近2年，一年53周嘛，像2年的时间呢、啊、都是前三名的、第一名第二名经常是比如说屋顶是这样的，我们先捧捧一下自己屋顶吗？有唱过我的屋顶？当然了，对啊，我原唱屋顶唱着你的歌中间被玉清啊是不过这一次发的新专辑唱片叫做《失业情歌》，怎么会来一个失业情歌？这个金融海啸已经过去了嘛？因为其实，在那个金融海啸的时候啊，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啊、他们都失业了，哎呀，然后失业了之后还失恋，所以对雪上加霜所以就特别的惨、然后就写一首这样的歌，希望可以慰藉大家的心灵。Oh my god！ 怎么会这样的一个角度？在台湾很多是怎么样，你知道吗？这个景气好的时候，大家会选择投资；景气不好的时候，很多人会选择投胎。看能不能下辈子再来了。你有失过业吗？
我很庆幸没有吃过夜。对呀、啊，你有吗？我目前还没有了，目前没有，都是我自己不干的。就是你把老板 fire。真的吗？对、啊，这么帅啊，在哪里上过班？我以前就是在设计公司啊。哦，还有什么？就还有就是服务业、餐厅。餐厅。对。哎，我发过传单。发过传单。我还在牙科当过助理。你信不信？我就当过加油工。在加油站打工，在中油。嗯。啊，后来被辞掉，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我犯了一个在这个加油站打工啊不能犯的错，就是个性油腔滑调。加油，帮你加。啊！油腔滑调。油腔滑调啦！对呀、啊、对呀、啊，来来来，不过今天两位来哦，就是歌神来的，对对对对对，是啊，直接就让他们再来了，好不好？我一定要点唱这首歌，我就是那个胡彦斌的《Waiting for You》，那就来，是是是，《Waiting for You》来一下，好，胡彦斌带来的歌曲。情歌杀死人的、真的 Killing you with sorry 也爽真的有这首歌啦 Killing me softly with your song with his song with his song 对啊、一开始和弦是 D major 7对不对D minor 7 D minor 哒哒哒哒哒哒哒他唱完我们送 CD 给他送 CD 给宪哥宪哥的宣传新专辑在黄金也要来一首、当然他说那一个让我照顾你、我们聊到这个感情的问题啊，很多人因为像那歌里面写得很清楚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我才不管世界怎么看待我、对不对对你不 care 对啊是男是女随便你要怎么想、I don't care 但是感情上面、Do you care 不 care 啊也不 care 对所以通杀也不是通杀我觉得感觉蛮重要的感觉对啊看遇到的是对象是怎么样的对我不能放两个这样的光聊天一个是把枪已经放下来他没有打算接话是啊你会觉得他会啊会不会他也是喜欢女生啊你
我觉得是男是女随便人家怎么讲了，他已经那个看破红尘了。所以其实我觉得爱情现在已经在爱的当中就没有分性别，喜欢就是喜欢。你就蛮赚的，男女都可以喜欢。对，不错，地球上你就有59亿人都是你的对象。像我们就一半，对啊，也错，几率蛮高的。不管如何啦，等他爱上一个人，就要好好照顾他嘛。对，让我照顾你。欢迎张芸京。懂你的人，让你从此不心疼。如果可以，我愿意这样陪你到永恒。让我照顾你，面对再大的风雨，也能微笑。自己像个孩子躺在我怀里，让我照顾你，在这荒芜世界里，就算有新的剧情，在明天等着你。愿意在你最需要的此刻，请让我照顾你。过了虚伪，写成爱的假面，后悔曾经为他付出一切。我会在你身边，当你伤心欲绝，不奢望你偶然垂怜。再大的风雨，也能微笑做自己，像个孩子躺在我怀里。让我照顾你，在这荒芜世界里，就算有新的剧情，在明天等着你。当你对这世界失去信任，请让我照顾你，请让我照顾你。对，你要当歌手又跟过去来讲有生活上巨大转变吗？可能因为要学习当一个公众人物啊，平常自己干嘛也不怕被别人看啊。哎呀，其实那一点是很辛苦的。对，就是要调试心情。我们这一张脸全是在去干的，感觉都不对，对不对？连在西雅图，你有没有英文西雅图？对不对？一个这样奇怪的地方，你站在路边拿了一杯那个 Starbucks， 就站在那边红绿灯，对岸竟然有一票白人哦，其中一个 ，Oh my God，Jackie， 不可能，他也认识你啊。为什么他在台湾念过书，然后后来他说我是他的老师，哇，冲过来不顾当时红灯啊，他的朋友一直拦一直拉，后来是冲过来就聊啊 ，JK， you're my teacher， why？ I don't know you， have you know each other？ 我们认识吗？是，然后后来就聊起来，真的这样讲，他说他在台湾念书念了2年，对，学中文，然后呢，我是他的老师。通通是看我的节目，所以他现在会的中文都是一些脏话，一些不三不四的话，对不对？对不对？所以你会不会很遗憾？就说当了艺人，然后这张脸去到哪里，人家都认识，就习惯就好了。而且交朋友比较不容易，会不会？会啊，他很辛苦，7年，3000个日子，没有女朋友。How can you make it？ 那就是老是飞来飞去的，没有时间谈恋爱。那你可以试着跟空姐交往看看。要飞
大家一起。对，碰到机会的很少啊。对，也会很少。那你有心仪的对象吗？有啊，有啊。对对对。嗯，我们那个资料是正确的吗？资料写的是 Linda。没有，朋友，那个是朋友，报纸写夸张了。夸张。但是问题是你有，你喜欢这个人吗？这个很重要。就是他性格很男生一样，所以很适合交朋友。哦，对对对。那你喜欢的类型是那种的吗？性感的。我喜欢腿长的。腿长。腿长的。哦。嗯，中等，中等。这可能中等。然后有一起去看电影吗？因为那个他们家开电影的。开电影院，开电影院的，是是，所以有去过。哦，他们家开电影院的，你就看电影；他们家要开饭店的，跟他很熟啊，对呀，对呀，很好的一个女孩子啊，对对对，对呀，对啊，他带你到他们家看电影，啊，就很多朋友一起，几个几个，谁，还有谁，一堆嘛，一堆呀，是，对的。那以后呢，有发展的机会吗？你觉得？就朋友嘛，都朋友，对，朋友，对，这朋友就好了。奇怪，你心虚什么东西？对呀，我们是有什么消息都是公布开来，是不是？我们就是个透明人，这样子吗？对不对？你什么事都公布开来吗？靠，我操！我们还被调查、被跟踪，每天这样，到最后他们说：“宪哥啊，我们跟了你一个多月，你的生活好无聊啊。”无聊到狗仔队在外面打哈欠，他说不相信四个男人坐在那边开会可以开到凌晨四点。后来交接班的时候还说算了算了，撤，很无聊，走了走了。我的生活是什么？其实没想到异常的平凡呢，对不对？哈，对不对？不过这一趟到台湾来，他付出了很大的一个诚意，还唱了闽南语歌，特别练的，对不对？听你在对这个歌对六次了，因为那个歌词之前背了，然后有点忘记了。你不需要多对几次，有我在，我就陪你一起唱就好了。真的吗？真的，谢谢宪哥，好不好？直接就来，你先来 A Little Umbrella。好 ，OK OK， 那你就呼大力就来哦，来欢迎他们两位。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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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天也就一起小雨伞 A little umbrella 雨愈大 Rainy day 我来照顾你你来照顾我 In the I kill you kill me 虽然想老卡小你就好这么大卡开小路又开卡咱就小心心情也归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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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嘛，对，整个人大家都玩嗨了，摇滚啊，对不对？厉害厉害，是。今天我们还带来礼物，是。你有看过沙画吗？沙画，沙画是用沙做画，用沙来做画。我们要让你们猜，好吧？哦、来来来来。我们再次请到庄明达老师为王牌大明星的来宾及观众献上美轮美奂的沙画作品。今天老师要用沙画带我们去什么地方旅游呢？请大家一起来猜猜看呗。厉害了，我们的沙画大师，我们的沙老师，你好。这怎么变沙老师？庄老师了。这个总共画多久了？画多久了？在真正研究是从动画开始。动画十几年就做。动画，做动画看不到手的，所以你看你在学校一定念的跟美术有关的，对不对？对。今天我们要庄老师来出的题目，那个手啊、哦，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是什么？世界著名的建筑物。哇！我平常我在家里最爱看的几个台是、就是那个《国家地理》杂志、还有那个 Discovery、Discovery 动物动物星球。我大概就看这些星球像，对，你看新闻看到整个人快，就是这边神经快爆掉了，对吧？里面就有这世界伟大的建筑物，是的，来，老师一口气就把它，我们先直接就下来，直接下哦，好，没有在，好，两位有答案就直接来，那我们来这边猜一猜看，好，哎呦，天哪呀，已经开始哦，还有配乐。观众朋友在这家里看这个简直就是太享受了。哦，威廉古堡，长城，长城，万里长城，万里长城，长城的英文怎么讲 ？The Great Wall， The Great Wall， 伟大的墙。有没有看到 The Great Wall？ 哎呦，真的是长城，有没有看？天下第一关是哪一关？山海关，好像是居庸关。居庸关，哎，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就在那个，你一个人站在上面拿竹竿，他们要爬上你戳下，戳一下，戳一下，我就 OK 了。哎呦，真漂亮！哇，天哪！哦，真的是。不，他新的又来了。哎，这是高速公路。美美美，上面有个钟的，在什么地方啊？该不会是英国的大笨钟？不是，我刚才是长城。现在没有。不是长城，电话啊，不是。加巴富兰克林。101，不是。101也算是伟大的 building 啊。当然，我知道了。哦 ，I see， 比萨斜塔。好天哪，厉害厉害。啊！你要把旁边那个白的部分留白，现在已经留白了。我变天空啊！天哪，还真斜斜的，比萨斜塔，比萨斜塔在意大利，对不对？对。比萨斜塔什么？比萨斜塔在哪里？意大利。不是在意大利啊？在哪里？意大利啊！意大利。对对。对呀、啊。对不对？对呀、啊，所以我们吃意大利的披萨，不是意大利面吧？披萨。好，下一题要开始哦。哦。中正纪念堂。No， 两人相约后花园。感觉是那。哦。哎。哦。哇，你看庄明达老师啊，真的。他太厉害了，就是。庄明达老师的巧手究竟画出什么伟大建筑物？广告回来马上揭晓。世界惊奇建筑物竟然是陈为民的祖先。很多建筑学家大家在研究，认为这个是谁的作品，你知道吗？是谁？跟那个麦田里面的图案一样，是、可能是外星人。王牌大明星，他太厉害了。这是耶稣基督。对对，巴西。这个在那个里约，哦，没去过。关了这眼，在山顶，很高的，这个已经是也是一个世界级的一个景观了。哎呦天哪！所有人看见这个雕像的时候，都
不约而同会喊出一句话，叫做 Oh my god， 因为他就是 Oh my god 本人。哎呦，对啊，哎，他从这上面还能再变化出来。我们现在到了巴西，有没有看到？是。去里约热内卢的话，是肯定一定要到这个地方。哦。狮子。我知道哪里了。狮子，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对。哇，好可怜啊！庄明达老师一点神秘感都没有。他画的好像哦，因为他画的太好了，好像哦，很好看。然后后面是耶稣基督，你在把我闹笑，因为他画的真的，他会画歪耶，喷水了。对对对对对，这个是狮头鱼身像，好棒哦！他在那个一个饭店的前面，在那个桥头，那饭店叫富尔腾是吧？还是什么？好像是哦，好像是，好像是。对对对。哦，哎，哦。这是海吗 ？Sea, river, creek。哎呦，我、哦、又来了，又来了，又可能又可能避鬼避怪啊！你讲，真的，他就是喜欢这样子。他会令我们惊艳呢，双子吗？哦 ，Oh my god！ 哎，马来西亚 ，Twin Tower。Twin Tower 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建筑，当中还有一个 bridge， 在他们不知道几十楼的地方啊，两层可以互通的，你从那一段要走到对面去，胆子不够大还真走不过去。哎，你会看到二是镂空的，镂空的，镂空的，旁边有可以扶吗？对，所以那个桥的最底下永远就站了一堆人往上看，总有两个穿裙子的吧？坏死了，穿黑裙子。哇，马来西亚，好酷哦 ！Twin Tower， 你光这样也很好看。遮住了。那个 Twin Tower， 你有上去过吗？没有，没有去过。我在最顶楼吃饭。真的、啊？对，然后在那里吃饭，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餐厅，这样。哦，魔术方块，这不用猜了，就是魔术方块。太不给庄老师面子了。金字塔。这表子老师画得太好了，对，真的很像啊。最有名是哪一个王的？法老王吗？啊，哪个？不是，最有名应该是叫做，我想到再告诉你。蝎子王，骆驼，双峰骆驼。你看，我们简直是跟环游世界有什么两样？好感动哦，庄老师带我们去看世界漂亮的地方。对啊，是什么？巴黎。哎呀，离开了埃及。真的？哇！是一个啊，酷哦！哎，离开，而且他是用一种仰角镜头对在构图，有没有？好厉害啊，好好看哦！哎呦。我超想去巴黎铁塔的，真的啊、哦！对啊，很美，值得去。东京铁塔也很浪漫，东京的，巴黎铁塔，它这个整个铁塔到现在，你看建好多久的时间？对，将近百年了。是啊，依旧这么漂亮，好好看哦！哎呦，以前人家以为它是一个庞然巨物，很奇怪，现在变成巴黎的景点。它在当时来讲啊，就是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开端、怎么说你知道吗？没有的东西，你在这个年代里面没有的东西，你在那个年代里面出现、后现代，对，它是离现代有一段距离的现代。不要告诉我这不是101吧？应该不是，对不对？哦，不知道，该不会是杜拜吧？是雪梨歌剧院啊。是不是？是杜拜，对，放烟火的地方。没错，但问你旁边那个格子，那是什么？后面的大楼？哎，还是蜘蛛？还蛮像的。雪梨歌剧院吗？慢慢去。过新年放烟火的地方。Oh my！ 哦，还有船。好漂亮哦。他这个心情会很好，对啊，而且这首歌曲是老师的主题曲，对、啊、主题曲，这个歌配他的话很和缓，对啊，哎呦天哪，这是什么？哦，又来了，又来了，
道闪电。哎呦，哎呦，嗯，哎，哎呦，哇，看不出来哎，观众朋友猜，真的猜不出来，对不对？啊，是复活岛那个吗？复活岛，什么？复活岛的石像啊？对对对，哦，厉害哦！啊，真的真的真的，哦，出来了，啊，复活岛的石像，哇！这是人类的一个巨大景观。那这一个景观呢，这个后来经过后代很多建筑学家大家在研究，认为这个是谁的作品，你知道吗？是谁？跟那个麦田里面的图案一样，是，哦，可能是外星人，外星人留下来的，真的啊，对。因为以当时的人类的一个文明技术来讲，是没有办法做出这样的东西的，嗯，而且排列在海边那么整齐，嗯，复活岛，哇哇，好美啊！对啊，而且他有可能是陈维明的祖先，给你厚道，厚道的很厉害哈，哦。代表月亮，代表我的下巴，灯辉先生。哎呦，哇，巨人像啊，哦！哎，又来了，今天有一种环游全世界的感觉，太过瘾了。哦吼，他现在。庄老师已经在搞鬼搞怪了，因为他不想让我们太早知道是什么。啊，这个不会是台湾的建筑物？哎，有可能哦。嗯，凯达格兰大道哦。是哦。哎，所以是总统府。总统府，对对对。是惟妙惟肖，嗯，好美哦。庄老师，你该不会在家里自己画钞票吧？画得这么像，他自己拿个纸画一画，就出去杂货店找那个老太婆找零了。哎呦，凯达格兰大道，哇，漂亮漂亮！哎，这个等于是叫做南京啊，不不，重庆北路一号好像，哦，来了。哎，柠檬，哦哦，这个是中东的建筑物才有这种啊，上面有啊，哎，这哪里？哎，印度，泰姬玛哈林呐，哎，厉害，啊，我真猜对了，不好意思，我最了解你的心，泰姬玛哈林，有没有呢？对呀，啊。这是印度最重要的一个建筑物，对，真漂亮。这是当时的国王为他最心爱的皇后所建的一座宫殿，距离现在呢有将近，也是将近百年的一个时间了，非常的漂亮。哎呦，厉害厉害，哎，厉害，又要香扑了，又撒沙。哦，哎。知道了，太好，行天宫，最后一个终于回到我们台北了，哇，没有错，这个就是台北 101。哎呦天哪，他哎，他手过去好像突然在点灯，有没有？对，开灯了。Oh my， 啊，对对对对，一定要有那个圈圈。这个建筑师呢是世界有名啊，放烟火。哦哦，啪哦 ！The end。The end。哎呦！庄老师，来来来来来，庄老师，太美了，感动的一个人，对不对？有没有看到他这个评奖讲啊，在这个表演里面啊，他融入了很多的情感在里面。对，我们好像乘着这个声音的这个翅膀啊，我们就飞到了这些景象，去玩了一遍，真的很棒，对不对？很好看，很好看，很厉害，老师很厉害，有感觉。你们两个穿情侣装，拥抱一下，来。皮衣组的，皮衣组的，拥抱一下，拥抱一下，对对对，好，好吧，希望。那观众朋友看一看，有很多还是失业当中吗？出现一种失业情歌，给他唱一下。胡彦斌的新歌，好不好？好，那我们先带来这首《失业情歌》。宪哥对胡彦斌的新歌很有意见。这歌还真有意思啊！假装女朋友爱我，怎么样？胜过那颗小玩意。
说这一季的订单少了一半，问我的薪水该不该减半，又说昨天晚上你的不能帮我买单，看着青春离我渐渐远去，住的屋子还在问银行贷款，女朋友要的提富的 LV 估计能不能去办个终身补习，人生走到这里想哭也没力气，只好假装自己还是万人迷，只好假装青春还没有离去，假装自己还有人气。人生走到这里想笑也没力气，只好假装自己是你的唯一，只好装作明天老板会改变心意，假装女朋友爱我胜过那颗小玩意。耶，哎，这个歌还真有意思啊！假装女朋友爱我，怎么样？胜过那颗小玩意。啊，那个小玩意指的是钻戒。哦，对啊啊，莫以前钻石，钻石啊，在女朋友哦，所以这个也是给世人一个警惕，不要把女人当作玩具，你小心女人把你当作工具，搞不好她只喜欢你的小玩意儿。什么？应该就是这样，很有警示作用。是是是是，好了好了，那就两位合唱一首好不好？好，所以他们两位谁说他近水楼台他先得月，是不是让两个人呢在一起工作久，哎，搞不好下次来我是接到你们的帖子啊，一起办庆功宴，一起办庆功宴，好好好，不是婚宴就好，我两位加油啦，好不好？情不自禁我们就听他们的情歌对唱，来来是一种自尊的游戏，我也只能用谦卑的眼距凝望着你，看着你的微笑是怎么融化我的心，我情不自禁，就算有任何现代能够换我清醒，我宁可丢掉不用一人证明不行、哦、你不要侵蚀我这么多的心里的平静，情不自禁想你，你的笑对我来说已成为致命的原动力，就这么失去，就这么离去，我已甘之如饴，我想起你就有种说不出莫名的开心，就这么失去，就这么离去，多亏世界有你，谢谢，再次谢谢张云金，还有我们的胡彦斌，希望他们专辑大卖，谢谢谢谢，明天同一时间继续。
去回答我们的王牌大明星耶。林俊杰保护喉咙有一套超恐怖的高音秘方来啦！录完之后我们再听。有有有。哦 ，Oh my my， 哦，哦，哦，白天。